什么是人生最好的状态？大概现在吧，跟朋友一块儿聊聊天，跑跑步，走走。去迪士尼玩。就兜里面有钱吗？我感觉没有什么比钱更重要的吧。啊，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年轻呀！你们年轻人很有钱，羡慕你们有前途啊。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可以和自己心爱的人一起生活。对于我来说的话，就是经济独立，然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，就是我觉得是全身心得到放松的时候。什么是人生最好的状态和人生最美的风景？不在终点，而在路上。我觉得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接纳自己，并且喜欢现在的自己。可能有时候在我们工作繁忙的时候，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，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现在最喜欢的一个状态。属于自己，自由自在，是人最难得的状态。有些人会选择拿起行囊，跟随内心的方向，独自踏上旅途。因为旅行即是人生，是起心动念时就出发的过程。发现真实的自己，人生从来不缺少美好。不要犹豫，说走就走。